别轻易去伤害一个疼爱你的心，别随便去伤害一个疼爱你的人。一颗心凉了，就再也暖不回来；一个人心伤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。每个人的心都是猜不透的，我们摸不见，也看不懂。他有时候看似很坚强，其实却又是那么的脆弱，经不起一点伤害。甚至有时候，你的一句话，却让这颗心彻底受伤，彻底破碎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是希望被人疼爱，而不是希望被人来伤害自己。将心比心，每个人都不容易，何不多一点关爱？我们都曾有过很多误会，有过很多抱怨，但请你相信，没有什么比伤害一个人的心会更痛。凉什么都不要，亮一颗心。你可以选择争吵，可以选择闹情绪，但请不要选择伤害一颗心，因为伤害了，就再也难以愈合。在这大千世界，能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真的不容易。复杂的社会，现实的人心，能够碰上一颗真心，实属不易，不是谁都能像你那么幸运，能得到一颗真心。愿你能好好珍惜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被你伤害的人，都是真心待你的人，千万别去伤害别人。伤害一个人很容易，伤害一颗真心很容易。可是当你想追回这段感情的时候，你却发现那个人早已不在，那颗心早已愈合不了。人走茶凉，心凉自然不再会选择爱。有些人错过就是一辈子，有些情伤害了就再也回不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